科比布莱恩刚才抢到篮板，哦，刚才巴博萨一路在跟在后面，后，这球我们看科比，哇，好球，这也是湖人队球迷所希望看到的一个情况啊。再看一下刚才呢，面对的不是别人的，是肖麦瑞的防守。对，这球科比布莱恩两个续晃，肖麦瑞都给他晃倒在地啊。咱们看一下，因为大家都知道肖麦瑞其实是防守能力不错的球员，但科比的这个续晃的幅度很大，肖。